真正只有初代信徒需要被调整。听懂我现在要讲的这一句话吗？你看，我知道我台语讲不出来，我写清楚在这。这款观念，敢那初代教会人需要上帝来调整，就是说，上帝会接纳你100%认为是不可能被接纳的人。我还是不信任我的台语，还是看这里好了。听我在讲什么意思不？我们不要以为基督徒你不能抓这所有的神学 的教导，那个都发生在以前了。该挑战的、该思考的、该写下来的、该辩证的，以前的人都怎么样处理好了？现在基督徒只要怎样照单安娜全收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会不会认为这样子？还是有没有可能进前的信徒所受到的调整，咱今嘛嘛可能会还呐，好调整，有没有可能呐、啊？有没有听懂我的意思？我没有讲哪一种人或是什么情况，我今嘛要讲的一个道理的是，来按下去。有没有可能我们都是彼得？可能有时候需要看到异象，才会去有上帝啊动头，然后才恍然大悟。彼得的时代是刚那圣神刚刚降临，每个人都不熟悉哦，不熟悉让圣灵带领。那个时候需要再看到什么？上帝好看到异象，所以彼得的头壳硬硬的什么？犹太人才哇，去有上帝讲一个，哦，原来哦，哇，原来这的外邦人无清气、太过无卫生、唔捌伊，这的是地狱的柴火，竟然上帝安那，接纳。彼得需要被当头棒喝，因为圣灵不是之前没有跟他们在一起，他们现在才跟他们在一起，所以彼得他需要看到异象，需要让上帝拿锤子拱头，他看怎样、原来上帝会接纳一些我认为我的传统认为是什么不清气的人耶。好，这个时代过去了，对吧？现在基督徒都不需要做这款的调整，对吧？所以上帝可能接纳你认为没有得救的人，这个都不需要去思考哈。我真的怀疑我有没有讲清楚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如果彼得会受到这样的挑战，我相信所有的基督徒也应该会受到这样的挑战，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就是彼得认为他的信仰传统假使说这不可能得救的人，上帝竟然怎样给接纳，他的标准是什么？看一下他的标准是什么。这款人他虽然听上帝、听主笔，啊，不过我的圣经讲这的人是安那，我都得救的啦，听懂吗？这是彼得受的挑战啦。彼得的挑战是，这群人是圣经所写无法度得救的人，啊，不过这个人是安那，听上帝、听主笔，要安怎解释？要怎么接受？彼得。虽然是塔卡点点的犹太人，毕竟他听到上帝的教导了。虽然这个人是他的信仰的传统是怎样下地狱的，可是因为这个人是听上帝、听厝边的人，彼得认出来
他终究看出来，原来这个人是属地上帝国的人。这样我们听懂？各位兄弟，我不晓得有没有讲清楚哎。所以最后一句话，各位兄弟，今天的讲得最后一个 PowerPoint， 咱的身边有这款人无？什么款的人？就是讲，伊是听上帝、听主笔，啊，毋过是予人认为是无清气、无资格，真做基督徒的人。咱身躯边有这款人无？我要甲恁讲的是，要甲咱大家讲的是，各位兄弟，伫彼得、伫初代教会的犹太人基督徒的内面，因的身躯边有这款人。就是听上帝、听主笔，不过，因的圣经讲，这款人无资格真做上帝的百姓。在那个时代，彼得甲初代教会基督徒，因的身躯边有这款人。再讲一次，就是听上帝、听主笔，啊，不过因认为这人无资格真做基督徒的人。那我们呢？如果彼得他们遇得到这种人，必定啊拄会到这款人，咱敢拄袂到？有没有可能，咱这个时代基督徒的边啊，嘛是有一款听上帝、听厝边的人？啊，毋过咱对咱的心底，咱对咱读圣经，咱认为讲这款人安那无资格真做基督徒？有没有可能我们也碰得见？如果我们碰见了，我们是不是嘛需要一个意象，扑一个啊，让这个头壳硬硬的，哎，现在不是犹太人的基督徒才会忽然说什么啊？哎，彼得安怎讲的？我念给你听，彼得安怎讲？当我知影，当我真正知上帝无用外貌取人，独独伫达邦国见到有敬畏伊来行伊的人，予伊欢喜接纳。这是彼得讲的。彼得被棒子打到头，然后醒了，然后说：“啊，我现在真正知道了啦！上帝不以外貌取人。”都都是看什么会敬畏上帝来行义的人，虽然这些人我无熟悉，啊，毋过伊是敬畏上帝行义的人，有听厝边的人，安尼我知上帝要接纳。虽然我比得正正都无接纳，啊，毋过我知这款人上帝会接纳。各位兄弟。几千年前有头壳硬硬的犹太人，几千年后有头壳硬硬的什么基督徒啊？前所发生的事还是会再发生，太阳之下没有新鲜的事。基督徒，咱千万唔通认为咱比犹太人较高，咱千万唔通认为咱比犹太人较贤读圣经，咱千万唔通认为咱比犹太人较听上帝，无拄拄啊好啦。那犹太人拄会到的代志，那是因遮的人伫因的信仰会予上帝挑战的时阵，我相信各位兄弟，咱基督徒嘛爱准备好势，咱嘛会去予上帝挑战，咱嘛去予上帝来驾驶。甲彼得同时代犹太人，因绝对有遵守圣经啦。遮个基督徒，就是讲无爱接纳遮个无惊洗礼的人，无惊割礼的人，予因成做基督徒。他们的这种做法，绝对有圣经的支持，信不信？信不信啊？他们看不出来上帝的心意，其实嘛是要接纳遮个。因认为无清气的人，他们看不出来。
所以我们这些2000年后的基督徒就笑他们，对，犹太人头壳硬，看不到上帝的心意。各位兄弟，我要讲的是，咱基督徒嘛是头壳硬，那嘛常常无法度了解上帝的心意。所以，请我们专心的、同理心的去看一种人，这款人是敬畏上帝，是听上帝。这款人是听慈悲，是惊义，是行义吼，惊义事。啊，不过这款人是你认为无资格成做上帝百姓的人。咱是不是有这款的目睭，这款的心，会当看到这款人？原来这款人嘛是咱的兄弟姊妹，这款人嘛是上帝所珍惜。的子儿，这款人也是属于上帝国的百姓。虽然照你的信仰的传统，你看无，毋忘圣神会当开咱的目睭，予咱一个开阔的心。咱无亲像彼得讲的，咱无以貌取人，咱真实看到因的性命是疼上帝、疼厝边。原来，伊甲咱同款，是基督徒，同心来基督。